嗨，我们英语熊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个汤瑞轩目前为止呢在台中市西区台湾大道二段165号，我们吉祥屋日式料理，很高兴为您访问到的呢是我们里面的服务人员。弟弟你叫什么名字？博瑞。好啊，姓什么？陈博瑞。哇，东陈博是哪个博？木白。哦，木白，哦，就是木白。阿瑞，瑞士的瑞。哦，祥瑞的瑞。哇，博瑞，好啊，这名字又简单又好记哈。来，博瑞在我们吉祥屋工作多久了？快一年了。快一年，当时是什么因缘之下会进来我们吉祥屋呢？因为以前有来这里吃过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哦，你也是因为来这里吃饭呐、啊？你也是因为来这边吃饭，吃一次好吃，又干脆来这边工作了。对。你是来这边工作可以有员工价吗？有吗？如果你现在在带亲朋好友来吃，有优惠吗？我是不知道。因为你也没有带人家来吃过，是不是？你没有问老板或老板娘啊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但是来吉祥屋吃饭，觉得这里很好吃。它好吃的原因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就口味吧，比较符合我自己喜欢的感觉。哦，口味符合自己喜欢的感觉，而且食材是很新鲜。这些食材都是谁去买的？哦，就是老板。老板啊、嗯？那他去哪里买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他不是很早就去买了，是不是？而且你不知道？不太了解。这你都不了解，因为这是商业机密嘛。对。对不对？你也不能问老板啊。老板，你是要去哪边买的？不行，商业机密啊、哦。那当然，我们来吉祥屋啊、一个人来也可以嘛，啊、哦，亲朋好友来也可以，还有呢，整团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桌菜也可以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不管几个人都可以来吉祥屋享受美食啊、哦。然后呢，今天汤瑞轩老师吃的话呢，是套餐当中。价格最低就是1000元起嘛，对不 对？好，那就这1000元的这个套餐，总共有几道食物呢？7道。哪七道你有没有背起来？我们都是无菜单料理，所以菜单会一直跟动。阿姨，今天我会吃到什么？我刚才有吃到的哦，就是我吃到一个沙拉。沙拉跟生鱼片。生鱼片。对。哦，然后呢，这一杯你再帮我送来。这算第三道，好，放在桌上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松叶蟹脚。哦，松叶蟹脚。啊，这个是沙肠鱼。哦，什么是沙肠鱼？这个是蟹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松叶，松在哪里？哦，这个绿色是松叶。没有，这个松叶蟹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叫松叶蟹。对。这个螃蟹就叫松叶蟹了。哦，就叫松叶蟹脚。对。所以这个才第三道而已，是不是？哦，总共有七道啊。哇，那后面还有4道是什么？你会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可能要回去看一下菜单。所以你也不知道了。所以来我们吉祥屋就是这样子，让你有惊喜，因为我们的食材会随着季节有变化，对不对？那最重要的是一定是新鲜。对。哇，我知道。能不能跟我们英语熊猫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？吉祥屋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哦，早上的话是11:30到2点。啊，晚上的话是5:30到9点。所以呢，如果要来吃美食的好朋友，一定要事先预约。我们的预约专线是几号呢？你有背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来在这边给你小抄，跟我们讲一下。哦，0423282877。好，0423282877。哎，通常这次电话会谁接啊？哦，就是老板娘。哦，他自己接了，对，哦，以他为主就对了，哦，就是我们文丽妹妹啦，对，或我们会计，或者是会计啊，会计跟老板娘是什么关系？就朋友，哦，就是朋友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来到吉祥屋呢，日式料理，哇，都是亲朋好友在这边，所以来到这边真的有回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，谢谢，再次谢谢啊、哦，我们陈。博瑞接受记者汤瑞轩的独家采访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来握握手，谢谢你的时间喽，谢谢，我们英语新闻报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